嘿，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好，欢迎再次回到本期的抓马拍车。那这期节目还是蛮特别的，因为我现在人身处海南岛，要来顺便给你们看一下，这辆车有个天窗，然后我在这里的环境还是非常非常棒的。然后我今天要拍摄这辆车呢，它是一个非常神秘的嘉宾。那么首先我们来给大家一些提示啊，如果你们猜到它是什么车型的话，可以把你们的答案打在公屏上面。这一款车是家轿市场的新霸主，它开创了一个油电同价的新时代。然后呢，它成就了新能源 A 级轿车的首个百万 IP。上市以后，连续5个月拿下了 A 级轿车的销量冠军，并蝉联全品类汽车销量冠军。最后最重要的是，它是一款中国轿车，你们现在应该有答案了吧？那为了致敬这一台秦 Plus DMI 2023冠军版呢，我决定以冠军之路来作为选题。但在正式开机之前呢，我还想去找一些厉害的摄影师。Hello， 还记得我吗？我想找一个人。我们先吃碗鱼丸吧。我想到一个人。你有没有可能帮我再找一个飞手？我知道一个人，但是他有一点难找。我还要一个车手。那么在充电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跟我的这个摄影团队去喝杯咖啡，开个会，然后讨论一下接下来该怎么样进行拍摄。